头，留恋温暖手掌，白衣翩翩，惊艳梦中豆蔻时光。只要你想，就带你去任何地方，而我只想在你心上，因为见过你一尘不染的模样，所以再也不想随着风流浪，看尽人间烟火，只想在你身旁，用力相爱一场，约好不诉余生。还好吗？和你分开之后，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现在这些跟你都没有关系。你手怎么弄的？不小心划到的。你昨天在哪儿？我跟花少在一起。好了，所有事情都过去了。过不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能装作看不见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躺在那里的人是我。都是命运吗？命运，命中注定要发生这一切。也许命运不是被注定的。大叔跟我说，悠悠是要去找我和唐猫，所以才离开家的。我为什么要去找他？我要去问清楚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他已经离开了，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活中。你怎么知道？唐猫明天会躲到国外去，然后呢，逍遥自在地度过后半生。那他还会不会见文苏西？这事情还没结束，至于后面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就算有交集，那也是三劫以后的事情，跟你我还有关系吗？可是他为什么要离开？
能在这样一场灾祸当中存活下来，换种角度讲，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。以这种方式活着，还能算是幸运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世事无常，如果厄运真的降临，我们除了接受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如果这么想的话，这个结果也算是幸运吧。先是蔡叔蒙坠楼，接着又是悠悠，真的就只是巧合吗？事出必有因，世间没有绝对的巧合。嗯，我也相信好人一定会有好报，悠悠也一定会醒过来。是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哎，文素汐，志宇呢？他刚刚离开了。离开了？糟了！说过，以后离文素汐远一点。喂，唐总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刚刚一直在给您打电话，您都没接。可能刚刚睡着了吧？怎么了？机票已经订好了，明天一早就能出发。还有公司那边，我也照您的意思都处理妥当了。
唐总。啊，订今晚的。什么？我说机票订今晚的。哎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范医生。哎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千万别动手，别动手。华医生，我问你，唐茂呢？放了。你又无权审判他。那你告诉我，谁有权审判他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，眼睛看得见了，耳朵听得清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没命离开那里？你的身体还会持续衰弱，我建议你尽快解决剩余的事情，越快越好。你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。哎，别别，看过悠悠的心痛，对吗？什么？你一直都知道悠悠会因为唐茂遭遇车祸，所以你才跟有无做了交易，不是吗？如果没有猜错，你一直在联系馆长。我是看了星图。谁的？张翠优的，林浩树的，蔡书萌的，唐茂的，好像都看了。你早就知道这次的劫难是因为唐茂而起的。嗯，知道。为什么不阻止他啊？算了算了算了。要阻止的是你的事情，选择帮你是我的事情。将你一次一次流转能量的后果摆平，我已经是在帮你了。怎么，你还想我跟你一样没了能力，险些丢了性命，冒着万劫不复的危险去救文素汐？我凭什么？还有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阻止你对唐茂下杀手，谁来解救文素汐第三次劫难？你是指望我呢，还是他们？哎，我可不行，我也不行啊！你去，去，去！石先生，那个我多说一句啊，你是天星师啊，你再摊上命案，这后果担待不起呀、啊！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要不然，咱就听他的。是是，就听他的吧。我们俩倒无所谓，可是华少帮你那么久，这不是前功尽弃吗？至于那个唐茂，你就随他去吧。别问了，第二节才刚结束。星图的轨迹自然会产生变化。第三节是谁，我还不知道。等我去馆长那里一本一本翻完了，有消息再告诉你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帮我？不是说了吗？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在家吗？你去哪儿了？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去找唐茂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悠悠出事那天，听说你找过我。我没有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那天到底有没有见过？你怀疑跟唐茂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我联系不上他。出事那天大家都说我去找过他，可是我根本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。还有你和我说过他离开了，为什么？我见过他。总之他要走了，不会再回来。你不要再问了。
这不浇花，花就会渴死；浇多了会涝死。哎呀，所有的事儿啊，分寸最重要。赤先生，您说呢？喂，西姐，一会儿有时间吗？见一面吧。好，行，那待会儿见。姐，茶来了。啊，一会儿见萍姐的时候别太冲啊。知道，我可是个演员，别忘了。朵拉，嗯，喝点什么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带了茶。现在喝别的水，我喝不惯。萍姐的水喝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又喝不惯了，该换换口味了。之前你跟东凯一直都是合不来的，现在这绯闻不也闹得沸沸扬扬的吗？这就是你换口味的意思吧？也好，借着这个劲儿再往下发展发展啊。关于胡东凯要和嘉涵发展，还是要和谁发展？这不都是萍姐你的事情吗？说的也是，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啊。还有，这未来十年之内的，之前签约保证的优先续约权，你应该没忘吧？现在合约也快到期了，你的发展呢也是有目共睹的。按道理说呢，同等条件下，我们有权利要求你续约。要是没有我，你现在只能住在文素汐给你租的大开间里。大开间怎么了？你知道住在大房子里面有多不方便吗？光打扫就不知道要多花几倍的时间。说也好笑啊，自从我搬去那房子之后啊，我甚至是连做顿饭的时间都没了呢。朵拉，你这么说也太让人心寒了。萍姐，我搬家了。什么？你搬哪儿去了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想，我还是有一些人身自由的吧。合约的事情，我们下次再聊。姐，咱现在去哪儿啊？啊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为什么叫拿铁啊？我刚入行的时候啊，公司嫌我名字难记，后来我跟了个艺人，他特别喜欢喝拿铁，每天都让我去给他买，这久而久之啊，大家都管我叫拿铁了。不能做自己，是不是很无力啊？对了，那你本名叫什么？舒敦航。舒，那还是拿铁好记一点。哎，姐，我听说你打算离开公司啊？是啊，我正打算告诉你呢。我决定好好做回我自己，走吧。哎，姐。哎，别跟着我啊！说什么？舒敦航。舒敦航。记着，以后啊叫我姜思雅，走了。
见。搬家的时候找到的。你搬家了？嗯，我打算好好的重新开始。所以啊，我跟萍姐解约了。解约？嗯，我觉得做演员实在太辛苦了，而且我真的不想再减肥了。我打算在半年内把自己吃成个优雅的胖子。朵拉。朵拉，我做够了。你是不是还在气我当初把你签给了萍姐？萍姐，那可是萍姐，他们公司每年做的戏都大火，而且签的艺人都是一线的，超一线，做的所有的项目都是 S 级的，所以这不值得庆祝吗？不值得。我不要演了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高兴的傻了呀？那公司呢？公司怎么办？我又不是办公司的料，我打算收掉。对了，我找到新工作了，乐和影业，大公司。嗯，我看你早就计划好了吧？我计划好，我要计划好能让你这一年都接小角色。那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是我们两个的。现在都解决了，没有什么可纠结的。乐和开了新戏，要我去跟组，房租我交到月底了。不过萍姐应该很快就会给你找新的住处。本来是买来送给你的，但现在我不想送给你，我明天就搬走。请慢用，谢谢。其实要是我是你，当初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可现在手机都挂不了手机链了，你送我这个会不会有点迟啊？不要拉倒。希姐，难道你就不好奇我跟赤羽是什么关系？我对他来说可能连朋友都算不上吧。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他会接近我，确实是为了要掩饰他对你的情感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掩饰对他的情感？是，我喜欢过他，不过仅此而已。希姐，趁我现在还有些热度，赶紧把样片发布了吧。你拍都拍了，要是没人看多可惜啊。还有悠悠，他也不会希望看到你这样的。谢谢你，希望事情一切顺利。唐总，护照带了吗？在这儿。都办好了吗？都办好了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我洗个脸。怎么样啊？感觉池先生还是不打算放过唐茂啊。他要是再这么使用神通，能力尽失，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。不是，我问你的是花儿教的怎么样了？你一天管那么多闲事儿，你不累呀？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呢？你，赤羽。
怎么样啊？快把我放开！硬盘里到底是什么？快放开我！蔡树萌的死，你总该知道吧？你已经知道了真相，为什么还要问我？我要你亲口告诉我。有我的犯罪证据，有我替人洗钱跟操纵股票市场的记录，你都已经知道了，为什么还要问我？这里是哪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刚刚被绑在隧道里，有人想要杀我，你们都没有看到吗？啊！你刚刚一直坐在这儿，供述你的全部犯罪经过。不可能！给他看看。说说你的犯罪行为吧。从2011年起，我利用我实际控制的两家公司，开展洗钱的犯罪事实，以及为了掩盖证据。我是杀害蔡树萌的犯罪行为。是赤云想杀我，你们为什么不去抓他？别跑我，放开我！是赤云想杀我。所谓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区分，只是挥之不去的幻想。如果这一切时间、空间都是错觉，也不错。因为至少在这长达3000年的错觉中，让我爱上了你，苏西。
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有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，最近他都不怎么讲话。在自首以前，应该曾服用过大量的精神类药物。那我能单独跟他见一面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你来自首，也是因为后悔了，对吗？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那悠悠呢？赤羽说他见过你，你们都说了什么？没有想要伤害你，苏茜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想过伤害你啊！你冷静一点。所以，那天赤羽也在。我不知道，是他救的我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你把我带走吧。快把我带走吧！把我带走！把我带走！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别再来了！别再来了！把我带走！把我带走！把我带走！苏茜，我想回家。早间新闻，电影制片人唐茂近日投案自首，其涉嫌操纵市场、洗钱、泄露电影拷贝等多项罪行，目前已被警方拘捕。其同伙江宇也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抓捕。此外，知名企业家庞硕也因涉嫌非法操纵市场而被拘捕。据悉，唐茂、江宇近日接受我省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。苏茜，我给你做了火腿三明治。我一会儿要出门，你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？你昨天在哪？我跟花少在一起，我见过他。你不要告诉赤羽。如果你们认为蔡淑芒的死并非意外的话，那跟他所有有关系的人都可以当作嫌疑人，包括唐茂在内。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去找唐茂吗？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一起，然后你问我这是一场梦，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？蒲荣随风，本应天涯，等我归来，我必随你离去。怎么样了？他被枪毙了吗？那苏西姐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两天没吃没喝了，
我担心他这样下去身体会出问题。那我师父呢？你师父？对啊，我师父没有在素汐姐身边吗？按理说他应该有办法拯救一下素汐姐的水逆阶段吧，显命师连这点都做不到吗？你怎么了？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什么显命师？用情一生换一次心疼。